PWM 信号的本质是具有一定占空比的矩形波信号。在实际当中，有四种方法可以产生 PWM 信号：模拟的方法、数字的方法、专用芯片方法和单片机方法。模拟信号产生 PWM 信号主要利用的是比较器的特性，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输入三角波，反向输入端输入直流参考电压。在三角波上升阶段，当电平超过直流参考电压一时，比较器输出高电平。在三角波下降阶段，当电平低于直流参考电压一时，比较器输出低电平，从而在比较器的输出端获得一个矩形波信号，也就是 PWM 信号。该 PWM 信号的平均电压，或者说矩形波的占空比，受到比较器的直流参考电压影响。如果直流参考电压越大，其占空比越小，反之亦然。